吃饭，木瓜丝儿。木瓜丝儿双十二的活动今天晚上结束，16眼酒米给我们倒数两瓶，每瓶是300克的啊。以前都是19.8米的，你们记得吧？19.9米。我们这里这两天可冷了，但我们这里没有下雪，下的是雨。那被风刮的，你们那边冷不冷？要多穿衣服，姐妹们，冬天的标配我都穿上了。吃饭，今天吃这个黄焖鸡，用咱家燕一的黄焖酱料做的，平时只给我们发6包，然后活动今天给我们到手给我们发8包。双十二的活动过了，活动就是给我们发6包了，3天的活动。
做黄焖鸡、黄焖鱼、黄焖排骨、黄焖猪蹄都可以，黄焖肘子，一爆酱料就够了。它是不辣的，你能吃辣可以放点干辣椒。放点土豆，用了汤汁拌一下米饭，吃面条，配点木瓜丝儿。